让大家久等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还有我们秉宏，大家要相信我们的秉宏。各位电视机前面的球迷朋友，大家晚安。人的一辈子永远都会有第一次，当教练也会有第一次，当球员也会有第一次。小朋友从幼稚园毕业以后要念国小一年级，也是他的第一次。今天4月7号是我们统一胜利认识队陈天鸿选手以及庄景赫选手在球员的旅程当中，今天要来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陈天鸿选手以及庄景赫选手进场，谢谢。也谢谢我们看台上面两队热情的球迷朋友，欢迎你们。也感谢我们保时汽车来赞助我们今天的引退赛的活动，谢谢。感谢我们保时汽车，也欢迎我们两位劳苦功高功在统一的陈天鸿选手以及庄景赫选手，欢迎你们。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进场，谢谢。胜利，我发出怒吼，是喜欢自己的声音。我有时冲刺，是超过最高的机密。我很有信心，会赢到下一个世纪。谢谢，再一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热情球迷朋友的掌声，谢谢你们。那我们也请我们今天引退的两位男主角下车，谢谢。再一次恭喜我们陈天鸿选手、庄景赫选手。那我们的队友也要为他们来献花，谢谢。谢谢我们的队友给陈天鸿、庄景赫一个热情的拥抱，真的非常的感动。从选手时代到今天引退的日子，要来转任我们统一7-11世队的教练，真的大家都非常的依依不舍。相信我们大内高手陈天鸿给对手致命的一击，大家都永远不会忘怀。还有我们庄景赫选手，工具人的角色，不管是投手、内野手、外野手，相信大家都牢牢的记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两位劳苦功高的球员，为我们统一7-11世队拿下了3连霸，拿下了无数的胜利，真的是劳苦功高。我们再一次恭喜我们陈天鸿选手以及庄景赫选手，再一次的来恭喜你们。那也请两位球员啊到我们投手丘前面这边来，谢谢。好，来，我们工作人员麻烦引导一下哈，到我们投手丘前面这边来，谢谢。谢谢，再一次恭喜我们现场两位的球迷朋友。各位现场球迷朋友，我们是不是再给我们
钟景浩选手以及陈连红选手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两位选手是不是我们准备一下来答谢我们全国的球迷朋友好不好？准备一下好不好？谢谢。Hello。谢谢。好，那我们请我们两位球员向后转，谢谢。好，谢谢。那麻烦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花好先收好，谢谢。好，我们请我们两位球员向后转。好，接下来我们未来体育台也准备了一段影片的回顾，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谢谢。当想念只是偶然，当时微笑的模样，等待心酸回暖，细细收藏那些美好就不必垒上的跑者走了，这个球打成了中左外野方向，深远的飞球，这个飞球，这个飞球，陈连红记录来了，陈连红的飞轰，恭喜陈连红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第三位百轰百到千安的选手。这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不但帮助狮队再度要到领先的优势，让爱换种感情再重新拥有，就算失去了牵手那种。生命里最美暖流是你的问候，细水长流流过我胸口。左外野方向，深远的飞球，左外手追了过去，这个球打得飞了深远，这个球出去了，红不让。哇，庄景赫埋伏在第八棒的庄景赫呢，打出了一个中左外野方向的全垒打，这球刚好过大墙。谢谢，感谢我们未来体育台精心制作的一个影片。接下来我们请两位的选手我们向后转，谢谢。时间过得很快，在棒球的生涯今天晚上要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球团这边也表示两位优秀的选手的隐退转任的教练一定要把好的经验好的技术要来把它世代交替传承下去。那接下来那我们是不是请陈连红选手把你选手时代的钉鞋以及头盔以及打击手套今天就要把它收好带回家作为永久的纪念。那是不是请我们陈连红选手把你身旁的打击头盔以及打击手套把钉鞋收到您的装备袋里面，谢谢。那请我们年轻的好手我们的邓志伟选手来，我们欢迎我们邓志伟选手缓缓地走向我们陈连红选手的前面，两个个子还长得真的一样高呢。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世代的交替，强棒的交替，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是不是以热烈掌声来为这个世代交替鼓励一下？希望我们大力歌手陈连红能够把所有的经验传承给我们的邓志伟选手。来看前面，看前面，我们拍个照片，谢谢。好，谢谢。我们是不是来个拥抱好不好？谢谢。
加油，邓志伟加油，谢谢。好，我们请志伟。哇，志伟很贴心啊，帮我们陈连红教练把他的装备带要提回家去，谢谢，谢谢我们志伟。好，接下来也要请我们庄景乐选手，他是我们的统一7-Eleven时代的工具人，把你心爱的手套从今天也要完整的带回家做永久的纪念，是不是？也请我们庄景乐选手把两个手套收起来，留一个手套，我们要来传承给我们的黄恩赐选手。我们请我们恩赐出列。谢谢，相信在3连霸的最后一场球赛，庄景赫完成一个 nice 的 play， 整个人都跪在游击手的红土上面，相信这一幕永远的留在我们所有球迷朋友的心中。谢谢，谢谢我们的恩赐，象征的一个世代的交替，也希望我们的恩赐能够在我们庄景赫选手的调教之下，成为一个最棒的一个工具人，发挥我们工具人的角色，谢谢我们的恩赐，谢谢。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统一7-Eleven狮队的总教练，我们的中岛辉士总教练，啊，准备了一束花束，要来感谢，感谢我们陈连红选手以及庄景赫选手的付出。谢谢，恭喜我们陈连红选手，谢谢，也恭喜我们庄景赫选手，谢谢。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来，麻烦把我们的花束哈来先拿到旁边去好吗？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来请我们统一7-Eleven狮队的总经理苏泰恩总经理要来颁发隐退的纪念奖牌，我们请我们苏总经理，谢谢。醒来后思念来的那么凶，想他的时候云在滚动。谢谢，我们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陈连红选手，在球员时期不管是在中信金队以及转任到我们统一7-Eleven狮队的表现，再一次的肯定我们陈连红选手，谢谢。好，谢谢，恭喜，也谢谢我们苏总经理。好，接下来也请我们苏总经理要来颁发我们的隐退纪念奖牌给我们庄景赫选手，谢谢。谢谢，感谢我们苏总经理，那也请我们总经理请留步。接下来邀请的是我们中华职棒大联盟我们梁公斌秘书长，也准备了花束要来感谢我们陈连红选手的付出与努力，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秘书长。谢谢，同样的也请我们的秘书长要来献花给我们的庄景赫选手，谢谢。好，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总经理以及我们秘书长，还有我们庄景赫选手，还有陈连红选手，我们来一起合照一下好吗？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苏总经理以及我们梁光斌秘书长，谢谢两位。接下来同样的我们要请两位选手要来为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以及电视机前面的球迷朋友来一段告白，那我们当然就从我们陈连红选手这边来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球迷朋友以及全场的球迷朋友来一段隐退的感言，谢谢。
谢谢，再次谢谢陈亮红，谢谢。虽然我的开始不是在统一，但是我很荣幸能在统一球队当了十年的球员，非常谢谢统一企业。非常感谢统一企业给我这个机会，并栽培我继续留在统一当教练，谢谢。谢谢林总裁、谢副总、苏领队、彪哥、赖尚，还有全体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今天我能在台篮球场引退，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28年前，我人生的第一场比赛就是从这里开始，我的第一支安打也是在台篮球场出现。当时我的父母也有来到场，他就坐在那个角落为我加油。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这28年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没有你我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太太照顾我的家庭，让我全心全力在球场上发挥，也要感谢一路上教导我的教练王子灿教练、陈华教练、陈正雄教练、钟仲才教练，还有林华伟老师，谢谢你们。给我指导与栽培，才有我今天。我今年从选手转成教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挑战。当选手时我很有经验，但是当教练我却像个新生。我要感谢中岛总教练不残忍地教我如何观察选手、鼓励选手、帮助选手。今后我也会尽全力在我教练上不辜负球团对我的期望。最后我要再谢谢各位球迷，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陈亮红，给我们在球场上永远的怀念，谢谢，阿龙加油，谢谢。接下来，同样的，我们要请我们的工具人，我们的庄锦赫选手，同样的来一段隐退的感言。欢迎我们庄锦赫选手，谢谢。在这里，先要感谢今天球迷们能进场来欣赏统一狮跟桃园队的比赛，谢谢。在这里，也感谢统一球团，那时候我被陈泰释出的时候，
能让我有机会来加入统一这个大家庭，也感谢统一师今天能让我有在选手最后一个阶段能有这一场跟陈连宏学长的引退仪式，感谢统一球团林总裁，还有苏总经理，还有谢副总，你们的栽培，感谢你们。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从我打棒球以来，曾经指导过我的教练刘永松教练，还有黄明川教练、陈宪荣教练，感谢你们在我基层在那一段时间能够给我细心的指导，感谢你们。而我最要感谢的教练就是我进入职棒曾经带过我的总教练，感谢你们可以让我有机会来转任野手。在我转任野手的这一段期间，你们还是给我机会栽培我，没有你们的栽培，我相信自己的选手生涯早就结束，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里接受球迷的祝福。谢谢你们，在加入自己也很荣幸加入统一这个大家庭，在加入球队这四年来，自己也学到跟体验到更多跟棒球技术层面不一样的地方。在统一师这段期间，从我打球以来，我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都在球队这一段期间来发生，对我来讲都是很难忘宝贵的经验。这几年来也跟着球团还有教练团还有球没有还有队友们一起的努力，也跟着球队拿下三次的总冠军，这让我选手生涯最后一个阶段留下最深刻也最美好的回忆。感谢球团还有教练团队友们，感谢你们让我有这么美好的回忆，谢谢你们。谢谢，感谢我们庄景赫选手在这里。今年也从球员身份转换成教练的身份，自己也感谢统一师能让我有这个机会转任球队二军教练，自己也会尽我所能来协助选手帮球队赢得胜利，谢谢。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太太，在我职棒受伤的那一段期间能够一直的支持我陪我走过这一段时间，非常感谢你们。最后我也感谢今天现场的球迷朋友，感谢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再支持统一师，支持中华职棒，谢谢。谢谢，感谢我们庄景赫选手深情的引退的感言，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来邀请到我们陈连宏的弟弟陈金峰，要来献花给他的哥哥，我们掌声欢迎金峰啊！
谢谢，也谢谢我们陈金锋，带给我们中华职棒，带给我们全国的人民爱棒球、挺棒球，感谢我们金锋啊，谢谢。兄弟俩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当年我们金锋啊在旅美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球迷关心他，陈念红会更关心他，谢谢。那也请金锋啊留步，接下来要来欢迎我们陈念红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小朋友，还有他的太太，他的亲朋好友，欢迎你们！现场的亲朋友，我们是不是再一个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陈念红我们的幕后英雄，就是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他的小孩、他的太太，欢迎你们！谢谢，真的谢谢。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幕后的英雄，真的很感谢你们对我们陈念红选手的支持与鼓励，真的谢谢，谢谢。哇，好可爱的小朋友，那个是我们金锋的一个小宝贝哦，谢谢，谢谢。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陈念红跟我们的所有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金锋啊，还有我们的亲友团，大家一起来拍个照片，好，谢谢。各位现场的亲密朋友，我们是不是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恭喜陈念红？也谢谢我们陈爸爸、陈妈妈，还有陈金锋，还有他两位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陈太太，谢谢，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邀请的是我们庄锦赫选手的小朋友，来，庄弟弟，在旁边。难道不敢相信不满？来，弟弟，这是我们庄锦赫选手唯一的一个心肝宝贝，谢谢。今天也穿了很帅气的统一队的球衣来到现场，谢谢。给爸爸亲一下好不好？给爸爸亲一下好不好？亲一下，亲一下。OK， 好，谢谢。那接下来也要来欢迎我们庄锦赫的太太、爸爸。啊，再一次好不好？记得没有拍到，弟弟再亲一次好不好？好 ，OK， 好，好，谢谢我们的媒体记者，来欢迎我们庄爸爸，还有我们庄妈妈，还有我们庄太太，欢迎你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今天也来到现场，谢谢你们。让爱换个季节再开花结果，谢谢。那当然庄爸爸啊，还有庄妈妈，还有他的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今天都来到现场啊，谢谢。最美尽头是抱着你，还能有什么？谢谢，真的，我刚才有说过，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幕后的英雄也来支持他。再一次，现场全部为我们谢谢庄锦赫，也谢谢他的家人。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庄锦赫的家人。刚才我们两位球员一直在讲球迷，球迷。当然，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绝对不能缺少球迷。也欢迎我们球迷的代表进场献花，谢谢，欢迎你们。谢谢，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一下，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球迷朋友来代表我们全国全国的球迷朋友进场来献花给我们两位
对统一设备认识队，对中华职棒劳苦功高的陈连红选手以及庄锦乐选手，现场的亲朋朋友，我们是不是以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进场？谢谢。推开回忆这扇窗，天又有点微凉，笑着回头看那段疯狂，眼泪欲盖弥彰，心却更暖。谢谢，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中华职棒有你们真好，真的我们缺少不了我们热情的球迷朋友的支持。今天很多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台南球场的球迷朋友，今天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现场球迷，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你们远道而来，真的真的很谢谢你们，不分男女老少，真的很感谢你们。相信今天的天气不时飘着毛毛的细雨，连老天爷都知道我们台南球场今天从赛前一直到赛后，我们举办了这么感人的一个活动，连老天爷都知道我们，真的也感谢我们老天爷给我们一个这么凉爽舒适的好天气。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场所有热情的球迷朋友，有你们的支持，中华职棒统一设备认识队有你们真好，真的非常的谢谢大家，真的台湾的棒球绝对缺少不了的就是热情的球迷朋友，所有球员的原动力来自我们球迷朋友的鼓励，真的真的很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留到最后最后来为我们陈连红选手以及庄锦乐选手来加油打气，真的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等一下我们场内这边结束之后，我们陈连红选手以及庄锦乐选手也准备了少许的签名球要来抛送给我们看台的球迷朋友，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假期，也谢谢我们球迷朋友还准备了小礼物来送给我们两位选手，真的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谢谢。好，那我们也请我们的球迷代表到我们两位选手中间这边，我们来拍一个团体照好吗？谢谢，也请我们的秘书长以及我们的总经理，我们一起也来练习，谢谢。好，来我们往前站一点点哈，好，谢谢。我们请我们的球迷，大家也一起来，谢谢大家，感谢你们，谢谢。那我们今天所有的照片也会贴在我们统一官方的脸书团，也希望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大家一起来分享，谢谢你们，谢谢。感谢大家，感谢你们。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把签名球准备一下，谢谢。